想最近来说道亲好朋友早安快乐，这段时间是我们出天必生公园所提供的节目，我们在空中结缘，也就是在讲有听声啊，就要看到人，我们就要来出天必生公，大家来结缘。人说神结神缘，人结人缘，神跟我们的灵也是有直接的关系。所以我们常在说，人饭吃会饱，但是我们的精气神还是我们的心情一定要有一个安稳。所以人说精神食粮，就是在说到什么身心灵的调理。身心灵的调理在我们的这个心情跟我们的精神，平常时啊，一天呢，咱有时啊犯错足侪摆，拢是因为咱的歹性地个性歹，所以个好代志呢，唔甲变歹代志。迄个时阵呢，无多受伤吼，才过来讲咱歹运啦吼，无贵人啦，别人看到咱拢闪一边啊，咱拢无去体会着讲，咱家己呢，凡事啊是因为个人原的原因，甲咱的个性有关系啦吼，啊若有关系。那么咱来小改变一下，咱即马咧听就是咱心灵的讲座，嘛是咱道祖母娘一再伫咧讲的。世间人有食有穿有啉，欠的是啥？一个精神上的寄托，甲精神的心灵生活啦吼。所以咱讲宗教甲生活有关系无？有啊。来，咱来听一段《嗡嘛咪呗咪吽》。啊，这是咱的赖师姐所点播的哦，今麦就甲你播送吼，邀请咱的道亲共同来分享。咱今晚呢，伫咱的六日大明咒，平常时啊上好持念的持咒，上简单的就六字啦吼，嗡嘛咪呗咪吽，上奉根啦吼，中奉根，下奉根，上中下界，幽冥当中会当照着这个，咱讲六日大明咒来放光，照亮我们的心灵，以及普及一切众生啦吼。哎呀，今天要来讲啥，我们的朋友听吼。那个讲人那个中年，迄、那个捌，什么叫做捌？真正捌理啊吼。伫咱听讲啊，世间呐、啊、人理归真呐、啊，捌这个道理的时阵吼，唔通想慢。如果咱那是到了这个少年轻狂的时阵呐吼，但是吃个中年的时阵吼，这个捌就是懂，也就是咱。一般的讲，五里之语啊，浓缩了人生的千言万语。咱会明白了高处不胜寒，迄个时阵吼，咱茫甲吼无力吼，咱就讲啊，咱那无力啦吼，得想要改变啊，无力啦，得捌啊捌这个世间事，读懂了人世间的冷暖，迄就是欠一个五里啦吼。所以讲，五的心是徛的吼、啊，所以讲。咱咧真正去甲了解，时间是咱咧掌握的，生命长短嘛是咱咧掌握的。
绝对不是天地给我们支配的。天地支配是什么？是我们落了这个人世间呢，我们有积了很多，我们说不好的因和不好的缘，所以这个因缘造成了这个果报，这个果报呢，如是因如是果啦，人说前业并后业，它会在那轮转。所以说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呢，学了说啊，笑看世间繁华，淡定人生的心态，不求不可处，不求不可得。谁来说我们没要求那个，我们没摘掉的，没摘掉爱的你也没强求，没摘掉得的你也没强要得。你有法度安怎随遇而安啊，你自事顺其自然，你学要安怎学要感谢感恩啊，无憾我心的做人做事。咱未阁伫这个浮妄呢吼，浮华之妄，咱未阁妄妄迄个啥，妄妄迄个得未到、求未到物件。所以讲，生命甲生活，咱会来到这个中年吼，鬓边小块白头毛的时阵哦，啊，你就会讲啊，过一天那就减一天呢吼，啊，咱都爱安尼学啥，学也讲过一天落一天吼，啊，过一天叹一天啦吼，这种心情哦。啊！你都袂安怎去跟人比官比阶，袂去跟人比大比细，嘛袂去讲啊！因为吼、哦、不可处去强处，不可得去强得。你若有法度好找到快乐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幸福，不会向你来敲门呐、啊。快乐也不会从天而降哦。幸福是靠咱家己努力去营造的。啊，咱若要生活了会偷棒会快乐，唔是讲用千方百计去找呢。幸福甲快乐是一种感觉甲感受呢。唔知吼，咱呢同道了吼。你现在已经关键于心态问题，你感受到你幸福，感受到你快乐吗？所以咱，但你讲调理心情了吼。为什么新鲜呢吼？一旦过了这么快活，都是因无求。佫一项就是啥？淡然了吼。因来当淡然，这所有浮华的梦，咱都袂佫底下继续佫底下咧做啊，你知无吼？金钱咱卖甲看伤重啦，啊万免甲人讲安尼斤斤计较啦。一旦看开啊，迄拢是啥？迄拢是身外之物啦。生咱也无共带来，咱咧换一个白溜溜来啦，吼、哦！来到这世间，咱也是有四大人，万不得拢执着。你要穿要食物件，都是有前人种树嘛，啊，咱只嘛后人乘凉。那么呢，你？会去感恩无？感恩讲，咱落来光溜溜落来，换一个，人互咱食，互咱穿，互咱用，都是因为咱的爸公地荫嘛。有咱的阿公阿妈阿祖呢，有咱的老爸老母，所以咱会当食会哦，咱讲食会安稳哦。对细汉到大汉，人拢甲咱照顾甲好势啊，好势。那么咱即嘛呢，爱用什么款的心境去感恩？感恩山河大地哦。哦，感恩咱的国家培养，感恩咱的父母的疼惜，感恩咱的阿公阿嬷的打拼，才留予咱这个基业。咱有一碗饭通吃，有一块厝通住，敢不是安尼？你若学晓感恩哦，你啥物拢看袂讲真重。你知影讲吼，人来到这个时阵呐，一旦你看开啊，那你阁会晓感恩。那么呢，咱伫个吼，咱这个时间呢，你自然你就会悠闲自在。你讲啊，人生嘛，达了啦吼。咱上有承负有责任嘛，下有照顾的责任。咱活伫这个人世间呢，吼、哦，第一人咱无看破，咱是看淡，唔是看破。吼、哦，过来就是讲，咱也要去重视这个物质环境，其中内底，咱要安怎去取舍？这个取舍很重要呢吼、哦。有个人是头壳下尖尖伫咧弄吼，弄到伊肉体。已经艰苦白疼吼，迄、那个时阵揽钱嘛咧，人讲无健康的身体好享受，咱才来咧感觉讲啊世间，咱变个安尼，但是咱无命去享受迄种怨叹，迄种个遗憾然后，人未上做个安尼，所以咱讲中年都爱饿呢，四五十岁时阵呢叫中年，就是咱讲四十甲六十。这是咱中年吼，是讲咱讲时光最灿烂的时候。咱呢有金钱地位也好啦，无金钱地位也好，但是你有一个悟力，你看有这个世间看透啊，你看淡了。那么呢，你对这些所有生活物，你袂斤斤计较，那么你就减一项，减一项看开啊吼。
如果咱有需要咱帮助的人，咱有当慷慨解囊，就是一种，吼、哦，咱讲布施也是一种快乐。健康的快乐，人讲是爱心啥，先关怀别人，善待家己。你会关怀别人，但是你也会善待自己。健康是家己下啦吼，咱会晓去做好事。但是咱袂使讲吼，把咱的健康拢赔落去啊吼，啊，规工呢吼，拢是咧为别人。你先要吼、哦、有健康的自己，善待你自己，然后多关心别人，就是你的能力所为啦吼。所以咱常咧讲，金钱今日是说地位拢是暂时的啦，永久嘛会过去哦。但是健康是家己的，你也会记得啦吼。先要有健康，然后咱的善待家己。帮助别人，你就会快乐了吼。咱呢，伫这个吼病伤时啊，咱定讲你养病要指望谁？有时呢，咱对子女的这个奉献吼，咱那个当作一种义务。但是呢，咱嘛袂当讲，完全拢无多这个吼，今日是谁回报？如果今日是谁呐无回报，你嘛会感觉安怎？会感觉唔值啦吼。所以咱讲。唔只是栽培咱的囝儿是谁上进，嘛爱有咱的囝儿是谁知影，吼、哦、会图报，吼、哦、会回报报恩，这就咱饲囝，人讲用礼待诺，但是嘛爱让因知影，这是一个责任嘛吼，唔、哦、是咱指望子女，但是古早人常讲的一句话，寄望，这是一种啥，一种吼、哦、老年人啦吼、哦，真正爱咱的是大人吼。哦有时咱也等下甲看一下，唔免讲到用什么啦吼，只要有等下甲关心，就足欢喜。老大人足容易满足啦，你讲是唔是呢？所以讲，中年要拥有快乐的心态啦吼，生活充满感激，你会去欣赏。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但是咱也要知足常乐，与人为善。安尼呢，乐于付出啦吼，培养多种爱好，好都是讲培养咱的兴趣啦吼。自得其乐也很好，无需以平静的心态去对待，安尼咱都有法度呢，拥有平淡，人讲平平淡淡才是真啦吼。不管讲咱即嘛是吼百姓也好啦，还是讲地位显赫啦吼，少数吼一人会当去得到幸福，但是你讲高官厚禄、地位显赫，也不一定他的家庭美满，也不一定他就有健康的身体啦吼。而且讲平民。都好呢，哦，多数的人哦，拢是因为安尼，哦，淡平平淡淡才是真嘛，哦，啊，迄个时阵呢，咱呐看会淡，啊，佫袂自卑啦，吼，啊，人本无官家贵贱之分啦，吼，只要你对啥尽心尽力，对代志尽心尽力，就算做了贡献，心安理得，问心无愧，大家提落来了后呢，拢会当安怎归属，回归伫自然内底。自然的吼，人讲高官不如高禄啦，高禄不如高寿，高寿不如高兴吼，高兴就快乐，快乐就是幸福啦吼。所以讲吼，咱即马会晓的吼，你真的读懂了你的人生啦吼。交朋友哦啊，跟朋友聊聊天，这也是一种培养多种爱好的。啊，来啉一寡咖啡啦，来爬山啦，这拢是安怎？有一定的老朋友来跟你。要你做伙，你食老都袂孤单，你讲是毋是呢？所以讲中年人感悟真重要哦。没想嘛，甲咱大家吼、哦、共同然后、哦、来追求中年以后老年幸福，要有健康的身体。安尼呢，咱才有法度真正有乐趣啦。你讲是毋是呢？
句很快乐很轻松的阿弥陀佛。人说咱是佛道相修的节目啦，说的吼，啊，就是三教圣贤啦吼。人说儒家中庸，吼，现在是咧讲到吼，啊，咱的道家，咱老祖所留的大智慧啊，大哲学。在咱较早吼，懂得怎样去布施，都有很多人来教我们啊，安怎教？就是讲你聚过的财，那你要怎么样去散财？人说散财出去不是没有了。不能看不到的就是说没有。我们来看我们善哉去做好事出来，一起他会变成什么？一个无形当中的影响力，只要遇到缘就会现行、哦啊、所以我们去给他分析哉富有因有缘才会有结果啊。因就是在哉的布施，缘加上你的努力、哦、加上你的努力、哦、加上贵人的相助，加上机会来啊，人人抓了机会，哎，你咧赚钱，变心就足紧的呀！啊，你若无真正讲无加上这个缘，咱以前啦，吼、哦，累世有做过善财，吼、哦，有做过布施啦，吼、哦。虽然咱今嘛，哎，好像还没有看到，吼、哦，但是伊个无形当中的影响力，会因为缘到啊，它就会现形。你的贵人在你旁边，反而。你会觉得说赚钱很容易啊，又没有很困难，这是因为你有累世的财富来底面，你有去布施过，啊，种有缘才有结果啊，哦，啊，因为这个好因就是伫咧财布施内底，因加上讲你有努力，加上贵人的相助，加上机会来啊，自然一定会安怎，会结财富，啊，这个果呢，所以咱讲。一寡经营家庭的这个财富，一定要如理如法去经营，不然呢，你一世人努力到头来也是枉然的。为什么？那个有形的钱呢，爱甲化作无形的，伊这个功德力，阿摆呢，唔那个助你的子孙，吼、哦，也系助到你家己哦。因为你留一些这个因缘嘛，伊是因为你的后路，你本身的功德，所以伊过来甲你分配，那是有机缘呐。哦，咱讲新鲜的做阿未起哩，那当然阿个会来做人，那道家主盘过来做人，你有真丰厚的资源呐！啊，这个丰厚的资源为对来，原来是你归正世的人吼，啊，讲累世吼有善过财，吼、哦、做过无形的布施，吼、哦、有形的布施转做无形的财富。那么有形的布施出去啊，吼、哦，那么累世内底呢，拢该分期付看幸福你了，包括利息拢乎你啊。哦、你现在过来世间转的时候，你特别有缘、啊、特别有灾苦，这因缘加上、哦、你有这个很好的机会，那么你就感觉哎，赚钱不是困难的事，原来困难是困难在你累世没有积德，累世无福报、啊、所以说那如果累世有福报，今生你有机会啊，那么你一定要如理呢如法去经营，不然呢，你一世人努力到尾也嘛是枉然。为什么？因为咱无咧福，你就无法度去得，啊，你无法度去留咧。讲命来有时终须有啦，吼、哦，唔是你足济吼，诶、哦、人去赚诶，就赚比人较济，唔是安尼。你未晓呢，懂得吼、哦，要安怎去修，那要安怎去做？人讲做是一半有，一半善哉，吼、哦。有的就是现在现世来用啦，吼，啊，咱有够就好。善财就是要以咱累世功德吼来庇荫子孙、庇荫自己。咱家己这条灵还会一直来轮转啊，一直来世间轮转做人。你今生所做的福缘呐，来生你对得到无？会，这就叫做无形的发财，到尾也就变成有形的。在你的世，在你现在来这个世间的时候，你就豆豆的浮出来，这因缘、哦、这好的，这所有的，这你会豆豆去 接受到。所以说、哦、人呢在贫困、哦、在对贫困者施予金钱、衣物、知识、技术、时间，一切利益咱都利益他人，都是算布施、哦、你对说一句好话给他鼓励也是算布施，你甲讲一个法，
给伊方法，给伊，这也是法布施、哦、一切能利益他人的都是布施啦。哦、咱有钱财布施，吼、哦，咱讲会当捐呢，吼、哦、啊，当然咱会当捐，但是咱不见得说一定要用钱去做，才叫做布施哦。吼、哦，咱会今天看到一个报道，讲有一对这个吼农夫呢，吼、哦，因已经年岁真大，一世人呢，吼、哦，赚一寡钱，拄好因呢附近咧起病院啦，是一个足好的病院。那边翁仔某咯，两个都甲一生的这个吼、哦，这个欠的。哦，而且个钱呢，买一台救护车，甲大企业加捐几啊十万，人伊嘛是同款。但是哪一个福报大？农夫是把一生积蓄都布施，哦，都去买一台救护车。伊那份爱心会当造福偌济人，偌济人的生命。所以咱听你讲哦，好些人的布施是零头而已啦。但是咱讲一个哦，艰苦欠的人。伊法度去甲布施一只，吼、哦，咱来讲救火车，那也是咱尽一点能量啦吼、哦。咱讲的嘛是吼、哦，咱有一挂孙兄叔姐啦，大家来吼、哦，咱讲春秋两节啦，是拜道啦吼，基安拜道，咱有中一挂啥，有中一挂吼、哦，咱讲众生来拜道啦吼，还是啥，咱有中一挂吼、哦，这个金钱，咱来甲拨一挂过来助善会，吼、哦，拨过来助善会做布施。然后呢，吼，地方有需要，啊，咱嘛伫不管讲吼，伫咱的这个啊家扶中心也好啦，还是讲哦，咱家己本身就近的派出所啦，吼，有需要，咱嘛是爱去甲做啥，爱去甲做这，吼，咱讲众生的钱，甲摕去做家扶，像咱讲家扶啥，救护车，昨天变成讲冇家扶救护车，这就是创啥利益，人拄艰苦病痛，吼，拄好救会到。人讲生命是分分秒秒啦吼，有个人吼去拄到心肌梗塞，有个人十分钟来救不起来就去啊。好，啊，即呐如果讲有一台救护车方便人吼，伫这个附近呢拄到这个问题吼，人就会当去安怎？去得到啥？时间呐，争取时间呐。你若时间争取有到，自然这个人的生命就保存会掉。你讲是不是呢？所以人讲多做善事啦吼，啊咱。咱讲呢，就是讲慈天必胜公，咱有用这个财团法人，虽然是云林县的私立，吼、哦、慈天必胜公的财团法人，但是嘛经过吼、哦、咱政府，吼、哦、有滴甲咱监督，但是咱咧做诶，吼、哦、拢是咱的师兄师姐来，吼、哦、有一挂平常时的布施啦，吼、哦、过来就参加这个法会，也是讲参加这个拜道，有种出来的金钱，咱去甲做这个工课。这嘛是定义上是照着咱的所谓师兄师姐，大家集做伙的力量，嘛等于得甲咱的师兄师姐呢，得做一个第二次的布施啊！吼，因为这些钱嘛是来自于众生啊，你讲是不是呢？啊，咱呢有了慈天必胜公，再一次的，搁甲恁呢所种的这个福田，搁甲分出去，啊，第二次又布施啊，在另外一个需要的地方了、啊、吼。这是咱的母娘殿在甲咱讲，开工做事无非是要利益他人呐、啊，修行是利益自己啦，吼、哦，做事是利益众生啦、啊，你讲是不是呢？手内杨柳不及秋。
千株祈求千株仙，苦海常作渡人舟，观音菩萨妙难酬，清净庄严泪结袖，三十二应天尘长，百千万劫化阎浮，瓶中甘露长施洒，手内杨柳不及秋，千株祈求千株仙，苦海常作渡人舟。那么不过琉璃世界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那么阿弥陀如清净大海中菩萨，那么普陀琉璃世界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那么阿弥陀如来，那么观世音菩萨，那么大势至那么清净大海中菩萨，那么普陀琉璃世界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那么阿弥陀如来。这是咱普门品其中的一段，观世音菩萨礼赞。来，咱即马是半点的时间，甲咱的朋友借时间来进广告。咱讲广告呢吼，最主要是要予咱的道亲呢，哦，咱讲了解慈天必生公所甲咱介绍的物件，香油款素茶贡末小盘香普灵灯，人讲灵草香，最主要是天然的、自然的，啊，就是讲。这个青草自然也发出着伊个香味，所以咱讲吼，这檀木啦吼，或者是讲咱咧种这个香茶啦、香茶啦吼，啊，咱讲檀香木啦吼，这呢拢是咱的基本的做香的材料。咱有经济部甲咱检验合格，所以呢，咱适用伫个平常时啊吼，咱啊咱讲拜神明、拜公妈，还是大经庙宇，咱讲即马香都拢改一丛啊吼。啊，因为即嘛是配合咱政府的环保啦吼，所以改一丛，啊，你嘛改一丛啊，你香国甲用迄个都完全无质量诶，吼、哦。咱讲香又果是啥？又果是用香精诶，吼、哦，用色料诶，啊，都咧减少咧一丛啊，啊，搁一丛即个能量搁无，啊，咱讲人咧咧食饭靠啥？靠氧气嘛吼，人腹肚若枵都无元神呐，无元气。神呢，无这个香烟，所以人会讲啊，这经庙呢香火真鼎盛，香火鼎盛，神就现，神内底吼，咱讲能量都愈来愈好，吼、哦。过来就讲庙内底，咱咧点的香嘛，爱点较好个吼、哦，一丛，吼、哦、啊，众生咧点，第一人无污染，第二样神会当去得到这个质量，就是讲天然的气，神本来就具足个吼，但是咱讲相供养嘛。啊，这个供养你当然就不能随便了吼。那么梅香来给咱介绍的香香款，是咱经济部检验合格第一号验证的，就是笑三甲笑六的香；第二号验证了24点钟的香香款，嘛是等于是手工做的香款了吼。然后用着咱的物件，你又知影讲，嗯，啊，咱伫厝内底咧点，诶，佫无啥物呢吼，较无污染。哦，啊，若准讲有这个香烟在壁，你甲看，哎、欸，
金黄色的哟，伊唔是乌色的哟，伊是金黄色的吼。安尼金金金吼，啊是黄金黄色的。啊，你若讲啊，咱过年时啊要清囤，阁足方便。淡薄啊，啊个七过啊就清气啊。所以咱讲香用天然的上盖好吼啊，所以咱甲恁介绍咱的笑三笑六的香，一斤350块，三斤1000块啦吼。啊，咱若讲到当店咧用，咱就甲咱叫三分就九斤，咱咧送一斤啦吼，也减少寄送的费用。那香款呢，24点钟诶，咱这黏啊拢用，唔是用化学黏啊，所以也较软细吼。但是咱甲摕较好咧啊摕，伊拢超过24点钟过，所以咱这香应该看一束啦，但是有片的香味，迄个香味是自然的香味。你闻了家己感觉真舒服安尼。来讲一敬神呐，人嘛爱袂使有污染。来恁介绍是咱的香香款，那么要贡物一斤150块，俗个好用。咱若要用上半层，就是半斤500，一斤1000。咱得个上啥上一个八卦盘，和咱等一点然后上半层香粉。上半层香粉是属于个较好的啦吼。啊，咱有这个250块一盒的。小盘香，毛350块一盒的上半沉香，这拢是吼，啊，咱讲，咱家己要偏啊敬敬佛，吼，还是讲拜神啊，咱拢会使用啊吼。较细款的，就是4点钟的啦吼。来，以上是咱慈天必胜宫的香品的广告。咱呢讲到这个香品，咱大家拢知影安怎用啦吼。那咱慈天必胜宫来说感谢，那咱就直接甲讲到这。金盖绿蜂胶牙膏好物件，提供给咱的朋友知影讲，洗着好的牙膏，咱都唔免定咧走去咧吼，牙膏诊所啊，洗着好的物件，啊，你就会感觉讲，真正有改有了了啊，讲对咱这个吼气牙气有帮助，啊，麻烦啦，有改良。吼、哦，无一挂吼、哦，这牙菌斑啊，无配出来，无一挂这个啥，无一挂这个灰。就是咱的牙齿不会松动、发炎，吼、哦，这样的情形也达到啊，吼、哦，安尼，你也感觉，最近洗洗那，无像以前那个镜头，嘛无像以前那个困扰，啊，这就是啥，金盖绿蜂胶牙膏三型功能啊，啊，既然三型功能，你来继续用，吼、哦，啊，那厝边隔壁，咱有甲讲，你若讲喙齿有啥问题，你甲用看麦，咱咧寄香的时阵会当顺续寄。啊，是来拜拜的时阵，下晡是2点半了，这些时间你又来了，顺续摕一条啊，摕两条，你个用看麦，真的很棒啦吼！这是咱金盖绿蜂胶牙膏，甲咱做一个推荐吼。过来就是讲吼，咱坚持啊吼，好物件嘛是着爱，互咱的道亲呢有去有分享着，有用着，好哩没？吼，这个化妆品，咱讲肌净柔敏吼，咱的氨基酸真正这个洁颜霜真好，你去甲洗。像即马寒天，咱袂感觉讲啊，洗这安尼吼，安尼平平啦，闭闭吼，啊，感觉讲安尼，咱有油性的皮肤、干性的皮肤，吼、哦、啊，过敏性的皮肤，你该用氨基酸，你该用看嘛，氨基酸的物件，伊就是无刺激、无造碱，所以咱甲洗了后呢，水润不紧绷了吼。咱即马有咧做一个腰带吼，伊、哦、做这个周年庆的腰带，吼、哦，咱一罐100ml的，吼、哦，听我洗足久吼。哦伊定价是2270，但是咱今嘛没想个讲哦，今嘛咧啊做周年庆，那么咱就是个对折啦吼，对折拍落1000，吼、哦、拍对折个对折啦，个对折诶一束啦，就是讲伊1000啊来结缘，啊个送2块面膜，然后2块面膜，你也知吼，个用看卖，好、哦，咱诶这个氨基酸洁颜霜真的很不错啦吼，啊恁平常时然后你用这个锁水护肤露啦吼，啊都咱有用着。甲喷喷的，吼、哦，过来就是吼、哦，咱这个啥蜂蜜精粹，吼、哦，这你拢会使甲用看卖，吼、哦，咱会当吼，和咱的这个，吼、哦，咱讲皮肤有一挂吼，咱讲脱皮啦吼、哦，容易敏感、油水失衡的人，吼、哦，啊，讲较打手、会脱皮的，这你甲用这個，吼、哦，长效蜂蜜保水精粹，你甲用看卖，真正袂歹用吼、哦，这咱有送掉的时阵，咱甲用看卖，激光淡斑的美白精粹也是很不错。但咱即马吼，寒天咱有阁加一罐啥，机密活肤焕颜精粹，就是互咱一旦吼伫冰凉时啊吼，增强咱的皮肤的保湿度、平滑度，
哦，四万肌肤每一天的这个，哦，外界这所谓不好的这，咱强化肌肤，哦，有这个防御力啦，吼，哦，咱的皮肤呢，搁较饱满，搁较焕发活力光泽啊，吼，哦，咱就当个用看麦，好，哦，咱呢，今日今吼，甲咱介绍就是咱的活力美，以活力水，诶，这个吼，哦，诶，内底一只所谓系列产品啦，吼，哦，啊，咱肌肤成效 BB 霜，会当防紫外线。真正是袂歹用吼，咱若要吼要结缘，会当伫慈天必胜宫来结缘，也是咱要卡服务专线拢会使吼。慈天必胜宫的服务电话5916045，我关系的都请再加一个05。啊，咱若是讲要询问咱的合理美，咱有这个服务专线0925123289。哦，咱研发者。哦，伊就会甲咱介绍，甲咱讲分析，咱的这个皮肤，哦，伊会甲咱分析个，和咱听有啦吼，咱会当用安尼来做咨询。来，以上这拢是广告哦。来，咱即马来讲到吼，咱讲庙不在大。有神则灵啦吼，讲宫庙的功能是心灵的居所，嘛是信众心灵寄托的场所。咱咧讲到道教三宝啦吼，道经书，就这个宫庙奉神为道啦吼。咱讲有这个南市的建筑啦吼，咱讲看到哇，这庙起个富丽堂皇，但是吼经书的收集。过注却很少，尤其是吼，这个课题研讨甲讲师的风教宣化，想过头少。讲哇，恁台湾的导游遮尼啊济，但是呢，咱讲要有这个讲师来讲课，要来弘扬宣化，煞无几个，无几间宫呢，有安尼做。啊，所以讲，伫咱台湾呢，这个庙宇真济啦，但是拢弘讲了，有庙无教啦，吼，有庙无咧教，为啥有庙无咧教？啊，都无这个吼，无这个课题研讨甲讲师奉教吼，想过头少，啊，所以有庙无教，这个主因就是咧讲，啊，咱的白的这课伤少啦吼。那咱慈天必胜宫这多元化的，即嘛这个导课呢吼，由着咱大孝道长来教，吼，哦，12堂课，那这个拜三一个是爱上课啊吼。所以咱有平常时啊，咱阁有这个吼，咱讲共修啦吼，来共，啊是共修来，大家来共学，用多元化吼，借着一寡吼，咱讲道场真贤，来慈天必胜宫来做佛教啦吼，来宣化，这是很好的事啊吼。咱的供庙袂使有庙无教，有庙无教呢吼，定了众生就干呐，安尼负责拜拜呢，有啥物代志求神，这些呢是无啥对啦吼。咱拢希望大家提升啦。吼，真心盼望，希望讲咱有足济吼，咱的老师呢吼，会当呢参与教化，吼，安尼呢抛砖引玉啦吼，为咱吼即马即个报道的即个乡亲同咱的同道啦吼，会当做一个心灵革新，有所作益啦吼，那就是非常好啦吼，你讲是不是呢？所以人讲人来世间有天，有咱上天的旨意啦。是希望人生为万物之灵，吼、哦！啊，既然来世间有上天的旨意，咱阁是万物之灵，那得用智慧去破除过往的迷惘呢？修道向善，吼、哦！光明一路，咱爱去甲精进无？哎呀，所以讲精神灵魂会当回归天界，精神灵魂呐、啊，吼、哦，会当回归天界。但生，吼、哦，咱讲一世为人的天意啊，吼、哦！一世为人的天意，以及做人的最高的目标。哦、所以说千年来有神圣神贤、啊、对修道的精华心得，大家都给我们找很多啊，可以提供我们修道的指引啊。哦、啊修道有很多人呢、哦、可以让我们呢、哦、去学，我们说去激发、哦、去开发。所以、哦、我们要说修道人落落落落苦无穷，但是你就是因为怎样行，咱今日去讲个讲，成功的人会去有失败去，吼、哦、啊，少年呢，吼、哦、好业
啊，中年呢才失志，嘛有这种诶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成一败专，人讲小专翁嘛，世态无常就忙中呢，离夫名场啦，卖俊杰啦，爱河苦海送英雄啦。这事实就是安尼哦，吼、哦，人生数十寒暑呢，转眼就过啊了。但是现今呢，吼、哦，咱也过一个吼、哦，咱讲周休二日嘞。有这个礼拜六礼拜两天，安尼呢？啊，咱你个想，咱整日整月整年都忙碌，真紧嘞吼！昔日的少年郎诶，今日的白头翁呢，唔免偌久，咱的生命就安尼，佮敢那花安尼叫谢去个同款，回头佮探看啊，过往的一切，我老啊呢，所一贪都是幻影。哦，幻影空空无啦吼，所以讲有咱这心性善贤母娘呢，甲咱导引呢，讲咱爱智慧啦吼，用咱的精神去体会自身的意识，受一个瓦壳无，啊，然后一个瓦壳，你唔只有我多安尼嘛去跳，咱讲放空咱的心地，淡看世情啦，那往后人生就比较较通达咯，唔是讲哦，我即马拜神就一定爱安怎？咱就是因为咱有真济吼，未的所在啦，互咱来感觉讲，这世间咱无应该要害啊，但你未出一个头绪，到底你要什么？讲食你也有他食，讲穿你也有他穿，讲大你也有他大，啊！你规工呢忙忙碌碌，你到底要什么？要钱吗？有的人讲钱我嘛已经有啊，但是钱有，你敢听会落来？嘛听袂落来呢吼。钱有，咱咪听袂落，就是因为咱的心还佫有贪伫咧。所以吼、哦，咱俩讲吼，咱现在吼、哦、比这个贪痴吼、哦、来挂解。有的人吼、哦、去拄着桃花劫啦，有的人去拄着恶人关啦吼、哦，一挂职业、事业、家庭啦，毁毁咧吼，啊，有的精神呢，蒙受足大损失啦。迷茫的时阵呢，咱认袂清哦，等到。咱讲宋曲占星的时阵，咱在讲啊，一切拢是孽缘呐。哦，但是呢，有智慧的人讲，哎，装痴作聋，敢会使？未使啊。咱会想要安怎？想要帮助人讲哦，会当呢吼去认清家己。所以咱会讲，有这心性，伊就会来找一挂吼、哦、较有这个神经呢，有带天命之术的吼、哦，来帮助这个吼众生呢。你心性嘛，袂使装聋作哑，装痴作聋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讲一般人，咱会晓，咱嘛袂使讲啊，有看当作无看，吼、哦，嘛袂使安尼啊。但是，咱要安怎教人讲，双手半开袂人望，一脚跳上好心人，心要有定力，精，也是讲咱心要安住，咱要有人甲咱教，第一人要有心明的信用啦，吼、哦。咱对心性、对母娘、对菩萨。咱要有这个信用，无私有心明，甲咱庇佑啦，自然安心不乱，尽力会当仔细去思考，做出了良好的判断。好、哦，这就是因为咱要虔诚的信用，咱要安怎得到心明的温静，嘛就所谓的讲，心明要甲咱保庇，是保庇有福有地的人呢。啊，你无福无地的人呢，你要安怎跳出尘世困扰？对，安怎甲你教你拢教袂下哦？啊，叫你安怎，你拢无法度照安尼做的时阵，就迷茫啊！迷茫伫咱精神的损失、身体的损失、财富的损失、家业的损失是足大个了。所以吼、哦，人讲，哎呀，一世人啦，讲下生判死上诸行啊！虽然讲一世人拢受判的嘛吼。你甲你的朋友亲戚嘛相伴，你甲咱即马有熟悉甲无熟悉的同向阳来，大家来做伙，即个道亲嘛是拢下生盘树上诸行啊，敢毋是？吼、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拢相伴，咱今日要来吼、哦，要来了解即个道理，所以你甲我拢无本来就无熟悉，是因为某样的因缘，啊，因为咱即、這个吼节目个因缘，大家来做伙，安尼敢毋是啊？做下生。对不？大家把这个生活中的时间，吼、哦，造出来，陪伴甲咱肉体要下步，大家做伙来上珠旁，叫做下生盘树上珠旁啦。就是咱这姊妹啊，盘兄弟啊，盘，就是讲，咱的良逢儿女，会当呢，
吼，安尼用大家用这种心来下生盘数，做伙来上珠盘，安尼呢吼，咱讲世俗有遮侪人来陪伴咱，咱就逐渐会体会到讲共修有咧心灵共振，互相帮衬，安尼唔只有法度下生盘数上珠盘，你讲是唔是呢？人世间啊，原来吼来到咱的。哦，人世间，你也去发觉到讲，咱来这个世间，其实咱住的所在就是洞天福地啦。哦，就是咱讲，不管这处是好是歹，你只要是幸福，你只要你看会开淡化，你就是住伫洞天福地内底。哦，人生嘛会当哦，以新鲜如地啦。吼，先来讲新鲜如地，你有咱厝内底有新鲜，互咱依靠，咱也够咱的伴侣，含咱做伙修啦。都在不忘嘛，都在心中。那么你就有这个啥神仙履历，吼、哦，生命袂孤独啦，阿嘛袂孤单，对不？咱哪有人啊同修同伴，安尼你世上都袂孤单。所以讲道吼是宇宙的元素啦，是咱所有生命的起源，道嘛是咱元神的原乡。所以咱要安怎去了解？咱较早这个圣贤全集五道的心得，会当垂范千古。这是咱今日要学的，所以咱讲有道课，一定嘛有魔课啦吼。咱曾经有经历过，但是咱这种的教训的经验，对咱修道、找师、访友、探讨、解惑，找出带这个老师，当然是爱找到啥，你真正的人师甲名师上好啦吼。名师可以出高度，和咱会当减少可贵的生命时光，去迄个所在咧茫茫渺渺，浪费时间，浪费金钱啦。讲道要找师，师要吼选道啦吼，拜访名师爱虔诚，心地爱光明吼，咱才有法度安怎。好，咱的师咧讲看到，哎，人真正讲啊，这个会团结，会加进，一年几招啊，咱才要将伊所有的捌的吼，啊来教你，来团你，敢毋是呢？所以咱要先拜问一个好的老师。咱一定要先做好啦吼，心术爱正吼。咱若心术，咱的心术若正，咱老师呢会器重啦吼。所以，但是咱来求师的时阵，讲师言莫轻啦，修道者如不忘根本啦，你都要饮水思源，中师有应啦吼，悟道行道，咱就较简单的当成就啦。你讲是毋是呢？讲到这啦吼，啊，都逐工呢，大家都有烦恼吼，啊，都无机会。为什么？足侪人拢讲无机会哦，修行啦吼，啊，都厝内底工过一堆吼，囝孙啊嘛爱顾，咱都无机会，不要紧啊。咱即马多讲会体呢，吼，咱的母娘会甲面相讲哦，你爱出去外口风道吹书，然后爱吹灵芝红露啦吼。就是讲，伫这个吼音声破团的时阵，咱伫厝内底都听得到道理啊。你逐工都咧陪伴吼，空中的咱才带得来修行啦吼。你都咧回馈，啊，你都咧行，你的心都会安定嘛吼。人讲富贵因积心，咱每工拢在烦恼，无机会去修行。其实啊，是咱有用心嘛，无用心俩吼。即嘛，即个吼，咱讲媒体真方便啦，讲道、讲法、讲经的人真多，即思想书嘛非常的多。只要你有想要爱，自然啦、啊、都袂去哦。即所有世俗书，甲你白咧白甲讲，我拢无机会啦，我嘛拢无时间，但系无机会无时间，即就是咱已经丢毒鬼啊世人所讲的话啦吼。你正世地人嘛是讲安呢，所以你即世人赶快爱过来做即个工课。然后，啊你，
你女婿拢同款，拢讲阮都无机会，阮都无时间，所以讲阮都无法度亲近神法。所以我嘛是同款，而且我女婿来拢是同款，带囡仔煮饭做工课啦吼，做这工课永远还拢还未完的，这工课永远是同款，还叫做啥轮回？就那里讲，恁达工。透早爬起来吼，就是做这工课啊吼，啊，拄啊伫练，伫练，练到暗嘛困，啊，明仔载天光，赶快搁再做，安尼尔，啊，这肉体下不了，小小的我又过来啊，又搁赶快照这工课过来做，这就是咧讲哈，等下一直甲提示啦吼，提示咱无时间啦，提示咱无咧用功啦，提示咱无咧神经啦，提示咱家己一世人拢互你提示甲弯。全的无机会啊！那么来生依然同款，无制造机会给你，有制造机会给你，你嘛同款，家己甲提示提了了，提到尾安怎？提到尾也嘛同款啊！依然同款伫这个所在啦，在原地踏步，啊再来哀哀讲做人真唔得哦。对少年伫做甲老，同款也是爱安呢。哦，做甲这口气无啊，那不一定今日是谁甲你感恩呐、啊、吼？那懂得给你感恩呢，伊咪给你讲呢。阿母啊，你若有用吼，就安尼去吼散散心啦、啊、吼，也、啊、是讲吼啊去做一寡你想要做的工课。所以咱定道家定咧讲，心中种这个吼啊有修行的这粒种子，你都家己也去争取，你也拢家己袂去争取哦。那么你奴才做一世人，奴才呐做一世人了，你袂使话唔得咯，你若话唔得。戆的是你啦，吼、哦，绝对不是别人。机会是家己争取的，啊，你若唔争取，应该呢嘛无机会啦。你讲是唔是呢？虽然毕生讲呢，一波是两点半，感觉有这些时间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也是讲教会找教过啊，吼、哦。啊，咱既然来到，咱看到十一月恭庆的时阵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若日啊看好啊，啊，咱今晚来要登记拜道啦，吼、哦。那么提早登记，哎嘛可以。你以前都已经有拜到内底有资料啊，你只要甲敲电话，服务人员都会叫你吼，下内底面的名。可比讲你倒手要游玩，同款是用咱的一家之主做倒手。囡啊，吼、哦，咱若讲有到过买厝啊，是创啥？吼、哦，啊，咱看要安怎来个？吼、哦，甲安加运道，或咱的囡啊，帮助咱的囡啊，事业顺遂，家庭平安，大事吼、哦、平安。人讲拜到洪孝仁，拜到左贵人，拜到是上佳好，对元神啊、本命有直接的帮助啊吼。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做到这，祝福我们孙子孙子合家平安，步步高升，家庭圆满、哦啊、孩子时时出门在外，都可以有贵人收听，大家开车可以平安、哦、快乐出门，平安回家，也祝大家都可以圆满、哦、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，而且跟大家说再会、哦、再见，拜拜。